者罗子欣台北报道。85岁前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人，一生努力推动安乐死法案，一直病痛缠身的他，昨终于在瑞士苏黎世走向人生终点站，满足了心愿，尊也死去。整个过程引发全民关注，虽是一个勇敢的决定，仍引发网友两极化讨论。不少艺人也针对这件事表达看法，露露昨晚就在 IG 上表示，看出傅达人的新闻也让他想到自己的爱公爱魔，思考住石墨才是活住，石墨又是死亡，但反复思考仍没有答案。露露描述爱魔生病的过程，每天都是全新开始，一切从头来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分不清自己是谁，先生在哪，身体不会痛，心里也没有恨，因为已经忘记了全世界。一描述看来应是失智症，他感慨说，有尊严的离开了，旁边活住的人还活住吗？会不会也已经心痛到死去了？他们都好勇敢，只是面对生死，谁能真正勇敢呢？ LOLU 十分关注傅达人的新闻，坐在 IG 上分享心情，反射自脸书，达人昨七日于瑞士执行安乐死，反射自傅达人脸书。